大约在8点半左右了哈，所以我们是成年的这种中秋节庆祝这个哈中秋的这个灯笼，一个掌声的鼓励，给他们越表演越精神啊，还有所有神下仪式，在这个恭迎仪式这段时间啊，祈求天官赐福，天赐良缘，给每一位朋友都有这个机会啊，就是有贵人。 所以，如果你希望你身旁的朋友，包括你的亲戚朋友、兄弟姐妹、你的伙伴、你的同事，还是你身旁的这个亲戚好友、好兄弟，都是你的贵人。可能从小人变成贵人，你们如果需要的朋友，今天可以参与今晚的这个天赐良缘的这个接贵人仪式哈。我希望大家都知道啊，每一位朋友贵人对每一位朋友都很重要啊。为什么要有贵人？如果有贵人，你做什么事情都很顺利。 如果你们要赚钱，也是比较快一点。
馆邀请你进来讲，去接这个富贵灯。来，请客，来请客，来请客，你在哪里？香姐你在哪里？来去接那个富贵灯，香姐你在哪里？啊，后进来不要多一点点，去接富贵灯。Thank you.
哎，小姐，你的茶在哪里？有两边都有，那边也是有。好，我们的齐天大圣，我们的黑面大圣，我们的齐天大圣，万寿无疆，香火鼎盛。来，小姐，还有，这最好的给你。Thank you， 哇！完了。来，小王。拍照的来，穿制服的进去拍照，来，有穿制服的来，赶快来，明艳的制服的朋友来，请那里明艳的，明艳的，明艳的，穿明艳的，或者我们的三组的要拍照也可以进去，快点进去拍，快点，不要再等了，没有时间的。来，我们的明艳的工作人员也需要进去里面，快点呢，等一下拍两三个，我们有直播呢，来，赶快赶快，时间宝贵，我们有现场直播，大家配合一下。百一配合。等一下我们的第二个节目哈，就是我们的电音派指挥到我们的现场，那么这个精彩的这个表演。一些精彩的我们的这个舞狮以往的相关表演。
待大家的期待，我们的众神的降下。阿华，阿华说呢？阿春春，¡Gracias!
来祈祷的先开始念咒哈，来祈祷的先开始念咒，感谢你姐妹哈。来，咱今日同大家祈祷哈，请你配合，会使开始念咒，因为咱时间宝贵。来，如果你们还没有领取一个灯笼哈，拿灯笼的朋友跟我们的大圣爷上台同时一起去拿哦，温暖为止哈，温暖为止。所以刚刚来的第一道给谁开始来听呢？来，所有在期待所有的众神们的这样
脚之前哈、哦、啊，现在有一项课仪啊，我相信大家都希望你们身边的亲戚朋友，包括你的家属，这球都给他拿过去做。好的，来不知道哪一组的哈、哦，所以等一下你们自己去找你们要结缘的神明，让你们就是说天赐良缘啊，包括你的姻缘啊，在天的赐下，大圣灵的启足下，让每一位朋友啊，就是身旁就是贵人。你的朋友、你的伴、你们的事业、未来的事业肯定哈、哦，就是会进步，也未来的一层也会相当好。所以我在我的报告下哦，还有财在哈、哦、啊，我们也有免费的啊，所有拿到我们的这个贵人盒中的这个金子的朋友，我们有一个啊，我家有点荣耀天庭，广东财神，上爱花钱，天朝飘逸，招摇撞响，花飞玉摇。所以反过来，我希望我的伴侣就是你的配偶啊，就是你的老公、老婆啊，也是你的贵人，你的老板也是你的贵人，你的同事也是你的贵人。Thank you.
是要来事情吼，咱的龙华的李子水，所谓湖水名，咱的事情。
来姓刘的，还是我做？On how to use YouTube, this is going to be your best travel companion because YouTube has got the best rates in over 150 countries with no foreign exchange fees or hidden charges. Plus, if you need some cash, you can draw up to 4. 来，我们的香客一人拿一支香，还有拿你们的灯笼来。来，香客也每个人拿一支香来。还有个鬼，几个？没有没有没有，你分给他们就可以了。来，先给你。Thank you.
Thank you.
ready, then after that go outside. Outside invite the Heavenly God. Video. Thank you.
精神，那若缘故，今生总已来临。你这四方的清净，和平啊，发水万岁团圆。龙天降为黄河定远之吉祥，云龙啊发音，晴阳星河敬朝见东来红，上丹出飘仙。Thank you.
天官师傅，地官下罪，天官家的元光真代表着威廉，大人啊，受召主虔诚，进地就满三遍。
一门天公虎算。天道我安平用是李长通是对老兵我合用于平安是兵赵飞魏东华哎呀高升虎贵高又侠力领袭天朝新加坡啊中华中啊平安高江子红啊以安色球跟个前秋天涯马平安高将弟子地球平安红家子孙啊地球平安平安神父使命啊同时啊地球啊胜利大事哎富贵啊起家吧地球胜利大事啊将连接地球平安自造自动分组大胜不作自龙前出阵等家己成仙啊关键啊金额哎呀十二日中途请问坚持体验人过人生成就哎，一番无用嘅时期，我奋勇前行，而且高精加林辅助，全经不离消灾，祝成吉日更好。我哋嘅事情是比红颜好，天金贵，皇上地万寿无疆。你那边所得开源，哎呀，奋华天金送阿回转上 Q， 三界高清，用大师的神下下本多情谊，会谈高升我也并列，岁长一边。来地球平安寺，我万圣修平万桥三公里不落神机缘天，夜晚过于长存。来圣酒以后变奇比如，大家一个好运能胜利兴隆，财源广进，利落运当，贵人扶持，万事吉庆。天运啊，加新年啊，贵月十一日，分享爱送。
Thank you.
Thank you.
好的。咱七个在一起的两个，我们在一起干的。来为我们的三姓哦，在中间三姓们，来三姓们，你们准备啊，拿金子的三姓们哈、啊，你们会走过这个红地毯，所有众神明会为你们大家祈福啊，包括我们的这个新天娘娘、我们的观音娘娘以及我们的这个啊祝生娘娘，还有我们的莲花太子哈、啊。OK， 来众神排一排哈、啊，来众神排一排，谢谢。啊，众神排一排，豆桃可以注意一些哈、啊。所有三姓们，赶快，手中有金子，没有金子也可以走过来，因为我们的大圣爷祈求我们的玉皇上帝，让你们大家有这个机会
啊，天赐德言，就是让你们每一位朋友来到明艳阁，大家的缘分会增加，包括你的伴侣。啊，我们的献桃仪式，给我们一分钟好不好？献桃仪式一分钟可以吗？一分钟哦 ，OK。的三千个刀片。好的，好的，好，来。现在从这边开始给我们来接桃哈，来，我们的今晚的这个潮州啊，这个大戏，我们有一项献桃仪式，来邀请来，献桃仪式开始了吗？来，先进来先，啊，为我们的武圣哈 啊在今天啊公益仪式这个良辰吉日，我们有一项这个献桃仪式，献给我们的齐天大圣众神明都香火鼎盛，献给我们的众神明都哈威灵显赫，献给我们的啊众神明都哈幸福满天下。老高总理哈，那你这个老高有没有如果有些帮忙一下来，来帮忙那边安排一个炉鼓一下好不好？来，现在你们有献桃仪式可以吗？要不要用麦还是什么？今天乃是祭坛吉之日，龙内大胜利，回归大地，两世历史无一次，大家成恶下。大天佑，明月阁，海峡五渡，天家心里来念，月夜观，阳处光明，后下神明，天狗，明月阁，海峡五渡，垂直有下方，海峡五渡，为内强汉，无救必赢，不有这位弟子。好家老祖，合家平安，身体健康，工作顺利，事业成功，生意兴隆，财源亨通，财务亨通，恭喜发财成股东，请大家互助，保佑这位弟子财源广进，一帆风顺。福寿康乐，富贵平安，家人享寿托。来，来我们的献桃仪式，祝贺我们明艳阁齐天武圣以及众神明，接到这个祝贺之后，香火鼎盛，威名显赫，幸福满天下。我们的明艳阁大圣佛祖众神明，威名显赫，让大家嘿。现场好了，我们即将好为三姓们祈福哈、哦！啊，如果你们现场好了，我们即将为三姓祈福。啊，我们的这个潮州戏的这个献祝贺仪式哈、哦，啊，我相信很少人都看，很少看人过。拜天公啊，就是。叩好叩谢天公，来个接你来个讲仪式啊！你赶快帮忙的人，我得先帮忙好接。来，我们来接个讲的，来接个讲的。好，我来接的哈。
哈，感恩感恩感恩。所以我们所有的香客，不管有香没有香，有盒子没有盒子，都从这边进来，好不好？那我们的心天凉凉的哈，来，暂时去，来从这边安排了。来，我们的众神吉祥为你们祈福，来进来进来，那个下面，走过这边呢、啊，走进来。啊，走进来啊！我们的众神的令旗会挤上来哈、哦！啊，众神的令旗会挤上来啊！走进来，来走进来，一二三，走来这边，走来这边啊！嘿哦，哇啦，听拜拜的香插在那边啊！来跟他插在那边，来阿佑该安排修业插香柱，插的从这边出去来，啊，插的从这边出去，也这个修，从这边出去，出到出啊！来从这边出去哈。哦啊、好了，从这边出去。来，众神哈、哦，每一尊神明隆重威灵，每一尊神明和你结神缘。无论你对什么神哈、哦，喜欢什么神，我们的众神都为你们结缘，让你们消灾解厄，大圣佛祖的保单千秋，让你得到啊，就是天赐良缘，让你身旁的朋友、亲戚、伴侣，或者包括你的家属，都是你的贵人哈、哦。啊，贵人会扶持。啊、让你、啊、天天过得幸福快乐健康，贵人会给你们带来钱财，贵人会给你们带来生意兴隆，贵人会带给你们、啊、夫妻恩爱、啊、贵人会让你的夫、啊、让你们、啊、伴侣都、啊、就是白头偕老。来，我们走进来这边，这边就走进去修。 OK， 来，可以的。来，李氏，来，我们收香的李氏，来，在哪里？来，慢慢的走进来哈、哦。啊，我们有，等一下大圣也有可能会派这个月饼，对不对啊？如果我没有记错啊、哦，是不是？啊，阿红，前台新员工，但爱我派革命，我该送礼。啊，有没有？今天五圣有派哈、啊，阿香姐准备你的。香姐，准备你的这个月饼，准备，可以吗？五尊哈、哦，五尊哈、哦，对不对？好的，来，我们的五尊哈、哦，就是我们的齐天五圣，在今天你们来参加请天空仪式，你们来参加明艳阁的保单千秋，你们大家来，我们提早庆祝中秋节，所以有免费的灯笼，有免费的这个什么，有免费的福气哈、哦，让你们大家得到这个月饼哈、哦。等一下，我们的齐天五圣五尊。神明会在今天把这个神明啊，就是我们庆祝中秋节的月饼送给你们大家，希望大家得到的朋友都身体健康，让你们得到吃的一口啊，家一吹荣华富贵哈，让你神明指点为灵，福气一定大吉，好的，未来的发展，未来的你们的这个家运，未来的这个啊，你们的人也都会增加，因为我们的众神明啊，我们的众神明都啊来。为大家祈福哈、哦！阿婆啊，阿婆呢？九星灯，大圣灵，九星灯。啊，各位在场朋友哈、哦，感恩感恩哈、哦，我们八年又见面了，我们明艳阁已经停办了八年哈、哦，啊，再次哈、哦，在我们这一代举这个点，所以明天有什么节目？明天大家有机会就是跟我们的大圣爷祝寿啊，天国安排这个祝寿仪式，所以有什么节目？有什么免费的东西可以领取？我们有很多水果哈、哦，明天有鲜果就是寿桃。啊，我们的大圣爷会派鲜果，就是啊，人间的水果都会派给你们大家。如果你们想哈、啊，就是得到齐天五圣、齐大圣、大圣佛祖的啊这个鲜果的朋友，明天七点哈、啊，明天我们有一项祝寿仪式，啊，我们有一项祝寿仪式，就是向神明祝贺，
啊，千秋宝蛋，你有得到免费的这个仙桃，以及啊，可能是椰子，可能是西瓜，可能是香蕉，可能是葡萄，很多种水果。因为大圣也有指点很多水果要分给啊，来自各界的朋友，各界的三姓。所以明天七点，如果你们有空的朋友，七点晚上到我们的现场好不好？啊，让我们大家向我们的啊大圣爷出售啊，还有我们的众神明出售，你们自然手中有宝，什么宝？健康，什啊身体兴隆，什么宝让你哈、啊、青春美丽？什么宝老板赚大钱？你们天天都有宝，所以如果你们要宝的朋友，我和你有约，明天七点晚上哈。啊来，如果你们刚才有拿到盒子的朋友哈，你们有彩带的朋友哈，等一下可以到我们的月老星君哈，就是那你就给月老我们的这个星君，就是我们的神明，人员的神明。好的，一个人保留现场哈，你们拜拜之后。齐天武圣有指示哈，每个人回到我们的武圣的神前来领取这个中秋节的月饼，大家知道吗？啊，所有在的朋友啊，我们这个拜天公仪式、祈福仪式之后，大家来到我们的齐天武圣领取免费的这个月饼。来，大家明白吗？我们等一下第二个仪式就是武圣献宝哈、啊，就是让你们大家都有机会得到他的这个中秋节的月饼啊。所以等一下拜拜之后啊，神明为你们祈福之后，让你们大家有机会啊，就是我们的大圣爷为你们派这个中秋节的月饼啊。如果你们要得到这个鲜果的朋友啊，时间就是在明天晚上七点，我们有很多水果，包括仙桃。啊，包括我们的苹果、大吉、葡萄啊，也包含很多啊，就是人间的水果，明天会派给你们大家。时间在七点开啊，七点开始啊。今天就是我们为了同时也庆祝这个中秋节，提早庆祝这个中秋节，所以我们有派这个月饼给大家，全部免费。如果你们想赞助，怎么赞助？自己去。煎哈、哦，就是该提供罐一条油，我们没有收集任何费用。好、啊，请大家注意，如果你们想哈、哦，就是煎款怎么煎款，到热煎处随你煎款，或者添油都可以啊。因为今天所有的科仪就是一律免费啊。如果你们想得到的朋友都可以啊，包括我们的这个糖果啊，那善财子也可以分这个糖果给大家。啊，还有我们也有这个香蕉，还有这个啊寿包啊，就是我们的齐天武圣带给你们大家。说，如果你们想得到这个法宝的朋友，请大家多多的支持哈。好了，还有没有？没有，我们要恭请我们的众神。来，如果没有我们啊，那你你六段的历史都要注意哈、哦。啊，咱请咱的市民客家哈，感谢恁大家对民营国的支持哈、哦，感谢大家，感谢众神明，感恩感恩大家对民营国的支持哈、哦。啊，五圣留保留，五尊大圣不要客气啊，五尊不要客气哈，五尊大圣不要客气啊。来，谢谢我们所有的联络理事帮忙哈。现在呢，感恩又感恩，感恩众神明，感恩众神明的理事。那他经过，他经过来，经过理事啊，我们的尹达伟帮我安排一下，好可以吗？来，经过那尹达，给咱土哈帮忙，谢谢谢。
抓抢来给我们回礼。来，临时个准备回礼哈，回礼所有那的这个联络团的这个代表哈，来，我们有这个回礼来准备，在哪里啊，美珠？不是，在前面了，在前面了。来回礼谁收的？谁负责收回礼的？来，我们的这个联络公庙的代表哈，我们每位师尊、五尊哈，都派月饼哈。来来来来，啊，咱这个是有贵人，有贵人，现在是要健康，那多尊大圣爷，好的平安哈、哦，所以我们的健康仪式开始了。来，一二三四五，来，可以开始了吗？好的吗？可以开始了吗？来，安弟来，安弟第一位去那边，第二排的到这边。第一排在这边，那边慢慢了。第二排来，第三排大声点这边，来第四排来这边，第四排，你看每排都的走进去啊，走前面跟大声点请安来接啊。现在是接平安时间啊，天赐良缘，天公好乐五缘，天公好乐喜缘，天公好乐冷缘，天公好乐平安啊。那你大声点请求个天公祈求啊，平平安。就是让你大家来到英国的这个所有罗汉弟子有结善缘的机会，善缘何路人缘，善缘何路哈，就是人缘都是有贵人，所以你们的贵人就是哈你身旁的朋友，所以神明为你们带来就是贵人扶持，所以每尊都可以哈，看你要跟哪一尊大圣爷啊，看你要跟哪一尊大圣爷领取这个。我们的中秋月饼，因为我们提早庆祝。所以也感恩我们联络团的代表哈，同样的也祝福你们大家都有人也让你们大家都身体健康，让你们大家都有健康哈、哦、来好不好，去跟大神爷请个平安啊，刚才你带信仰请这个平安哈、哦啊，感恩所有新加坡啊，来自各宫庙的代表、各宫庙的神明啊，林彦格，感恩你们的出席，感恩你的支持，也感恩你们的啊，就是啊时间呐、啊，所以谢谢大家的这个。既然我们的饼哈、啊，我们的月饼也是一粒免费哈啊，今天什么都是免费的。好，所以请他，如果你们想得到月饼或者想得到水果的朋友哈，我们的时间在明天啊，明天哈，明天七，我们有五尊大圣哈，五尊大圣哈。不要等太多时间哈，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身体健康，现在来接个平安啊，平安就是健康，健康就是财富，所以我们的大圣爷向天公以求啊，天赐良缘，让大家有这个人缘来接贵人哈。啊，你们的这个红彩有没有挂在月老星君的身上？有没有？刚才有拿红彩写名字的朋友？啊，有写名字挂红彩的朋友在哪里？你们的红彩要带回家还是带哪里？来，我们有手镯，你刚刚看手镯吗？手镯这个玉，哦，这是玉，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如果你们想观赏，要支持一下的朋友，请大家观赏一下 ，support 一下。
来啊，诚心的，我们的八月十一，诚心请我叶老星君在大圣佛祖的宝丹千秋，带给所有的三信，大家都有人缘啊。这个人缘包括夫妻缘啊，包括你的兄弟缘，以及包括你们的这个亲戚朋友人缘啊。希望我们的这个叶老星君带给你们大家就是啊，夫妻恩爱啊，这个新的伴侣啊，就是哈 啊恩恩爱爱，长长久久，也带给大家哈、啊，就是出外。得到叶老的安排，找到他的伴侣，啊，让他们往后的日子啊带个人缘。所以记得，如果你们想挂彩带的朋友，免费的哈、啊，你们自己写名字挂在叶老的啊金身，挂在叶老的金身都可以哈、啊。啊，如果你们想是哈 啊你们可以来这边啊，把这个红彩挂在我们的叶老星君的金身。好不好？我们的这个红彩是挂在叶老星君的身上哈、哦、啊！如果你们手中有拿到我们的红彩的朋友，还有我们的莲多公庙，我们有准备这个回礼给你们哈、哦，记得带回家，让你们越来越兴旺哈！感恩你们大家对明艳阁的支持。我们有齐天五圣，有五尊大圣爷，如果你们想领取这个月饼，都很欢迎。记得明天七点，大圣爷派鲜果。鲜果是人间的水果，分很多种，很多的水果。如果你想派水啊，接水果的朋友，来，因为我们多几天，八月十五就是中秋节，所以我们大圣爷提前。在这个庆典也带给大家中秋节快乐，好、哦，让你们有机会，好、哦，就是得到神明的这个月饼，带给你们吃一口加一嘴，荣华尽富贵。那你这天开心，这一天高兴，那你这个开心不错，威灵平和平心，心如摩天塔，那大家有这个庆典。看大师嘅子女嚟保庇，保庇啲大家合家平安，有财气；保庇啲大家身体健康。看，来进来跟大师嘅结缘哈，这是结善缘，因为天赐良缘呐，啊，提供事业缘哈，我都有这机会遇到大师嘅啊，啊，大。啊，所有的理事朋友啊，我们今天是强提供，明天三点上提供哈。啊，理事有听到的朋友哈、啊，请大家记得时间，谢谢你们 ，Thank you very much。啊，因为在改商店嘛。那你现在忙着干嘛？现在可以恭送圣爷，来，同时也祝贺我们莲多公庙的齐天大圣、齐天武圣啊，就是大圣爷贵英显赫，大圣爷香火鼎盛，大圣爷信徒满天下，感恩。来注意注意，来注意，干嘛一下来？来，停住！来，停住！
在这个跑过出去这样子。好了。几个菜先，个菜看人，两个人看人，两个人看一个人一手一个。Go on.